你别咬我啊！他就想吃萝卜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叉叉厨。最近我们没有吃比较有营养的东西啊，我们今天弄个大营养回来，花了200块钱买了一只甲鱼，又名王八，别名乌龟，是不是香？别。我们今天煮一个山药焖甲鱼。龙先给他洗个澡，洗串串洗串串洗串串，夏前期你来搞定吗？我才不敢呢。我还怕？我更怕。加开水给它烫皮哈。香，这个可以当面膜噻。你留着自己用嘛。把甲鱼砍成块。锅里加水，甲鱼下锅，来点料酒，这个铁罐山药就不用去皮了哈，我们直接把皮带皮给它洗干净。洗的时候要不要采用钢丝油技术？不用，洗啥呀？来给它清洗面哈，这个山药上面有很多那个沙土。把那上面的肥油都给它拉掉哈。切点姜片，放几个整蒜哈，来切几个干辣椒。这个是当归，我们十两根当归在里面。我以为人参的。锅烧热，下菜籽油哈，然后来点猪油。姜蒜先下锅，来下葱，干辣椒，下甲鱼，先下点老抽，下山药，先料酒。这个水不要太少，也不要太多，因为我们还烧锅子。蚝油，生抽，放几个冰糖，两根当归。你晓得为啥子叫当归不？不晓得。因为它叫当当各为归，所以叫当归。然后盖子。小杨一天批评我煮饭要注意照面卫生。你不应该批评吗？不应该，我觉得不拍视频的话应该你煮饭。难道不是吗？稍微来点麻油，出锅，放点香菜。妈，算了，今晚上有点丰盛哦。
吃。嗯，冇，肯给我打点来。今天小小厨回来的比较晚，我们菜给他留好了，我们就开吃了。嗯，等我给你炒。哎，妈。嗯。裙边。你吃的吗？吃的不？过胖。哎呀，吃那么香！给你铺好啊。嗯。这个老妈来嘛？多呢，明天吃嘛。明天吃那就没得了。嗯，好怕啊！啊！哇！酸爽，这是裙边啊。嗯，胶原蛋白。不是。嗯，煮的是到位。白菜的干干吃起有点带甜哈。香。嗯。多吃肉。少吃个肉。看面啊，还是没一些新鲜的。嗯。你们都不吃了，这锅我也吃不完。我得喊你吃完吗？要搞笑哦！土豆丝拌饭，小叔，嗯，今晚吃的没好，待会儿晚些了。那个甲鱼吃啊，心里面有点慌。妈，嗯，你吃啊，心里慌不慌？慌。啊？他不想洗碗，他心里慌。我那个甲鱼吃啊，心里有点慌。你二下去提见证，我洗碗。好，可以。妈，我不晓得你气人了。说话算话哟，拜拜。
想今天吃啥？鸡。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买的鸡，今天吃鸡。没啥子，瑜伽垫子。瑜伽垫子。减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叉小厨。我们今天吃顿好的，花了80多块钱买了一只鸡。我们今天做一个香菇焖鸡，来。今天我们偷个懒，鸡我都是喊老板帮我砍好了的哈。我们洗一下就是。这只鸡有5斤多哈，5斤多的一只大公鸡。切点姜片啊，切两个大葱段，切两个辣椒，准备几个香料啊，开火吃火。你应该搞个畜生更开心。啥子？畜生。锅热下油，再加点猪油啊。炒鸡最好是用混合油烧，油热后直接下鸡爆，好香啊。叉叉叔啊，以后不叫你小厨了哈，叫超吃货。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。哎呀，这是大猩猩啊。无所谓，虽然谁憔悴，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才回来受罪。杨坤，你快点来啊，那个人他还可以唱歌。咋样嘛，是不是 beautiful？ 加姜葱蒜，加香料，姐，今天那道鸡我正儿八经给它取了个名字哈。啥名字？小厨焖烧鸡。还可以哦。Nice。这个时候我们放酱油哈。再来点生抽，家里还剩点黄豆酱，我们也给它放进去哈。我们再稍微放点盐哈。来点胡椒粉，看料酒，
稍微加点水哈，水不要加太多了。摔坏了，盖子盖起。这是上次超市打折，老妈买的香菇哈，还剩了这么些。我们直接把香菇也倒进去，继续焖烧。青椒切块，配个颜色哈，这样看起才有食欲。估计鸡应该差不多了。青红椒下锅，喷香啊！把脚脚给他那个，把鸡脚全部给他，把翅膀也给他。好，这是小小厨的。小厨焖烧鸡，开饭。妈，喂，算了。香，快来哦！五斤重。嗯。鸡腿啊。鸡腿。那鸡冠子很贵。嗯。香。嗯。慢点儿。你都快赶上我了，差得远。我说的是体重。你也不吃吧？不吃，今天吃的太舒服了。嗯。还不吃啊？吃了，还那么多？不吃了。嗯。你没看见我买的啥子回来？接下来少吃饭，多啃鸡。柴小柱，嗯，晚上也可以吃。我马上就吃饱了。小杨那个萝卜丝是刚刚的呀。
小厨焖烧鸡，味道不错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。我是曹小厨，拜拜。话就不多说了哈，我还去洗碗。查厨，哎，可不可以煮饭了？可以啊。走了。走。哇，还有冰嘞！看那个漂不漂亮？啥子？鱼眼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曹小厨。今天来个新奇玩意儿，大目金枪鱼的眼睛。就你那小眼睛长得那么自私，还会放电？是啊。嗯。做人不要太过分了。本来就是。啥子叫眼睛长得自私？后退。这一个就有一斤多，两个一共三斤。我们也做一个红烧鱼眼，尝好味道。喏，这鱼眼我们都是洗好了的了哈，我们现在再给它泡点水，等一会儿烧就是。我们现在准备点辅料。家里面就只剩那一根大葱哈。我没切啊，姜切片，放点蒜，哎，抓两个泡椒，泡姜。泡椒切成丝哈，哇，这两个眼睛是真的不小啊。锅烧热哈，下油。再来点猪油，
油烧得好，先把鱼眼睛给它煎一下。煎得差不多，我们把虾也放进去啊。放点麻辣佐料，哇塞，好香！喷料酒，料酒多来点，加水，生抽，稍微来几颗糖，胡椒粉。胡椒粉给它来重点哈，再次感谢。让它烧起。哇，香！看到两个眼睛没有？最后淋点麻油，哇，安逸不行？安逸。撒上葱花哈，霞。嗯。今天饭只有一人一碗。红烧大目金枪鱼眼，第一次吃哈，行。是不是海鲜？啊？那是不是海鲜？不是，是。海鲜。海里面的海鱼啊。他那个眼睛是确实大哈，哇，看那个眼球，我去。哎呀，嗯。哇，这是个眼球哈，嗯，嚼不动，没法吃，哇。这个没法吃哈，嗯，哇，嗯，它的肉质吃起来相对还是有些老哈，但它皮很嫩，嗯。主要是烧的味道哈，香，吃啊，蘸上汤汁，哇，嗯，这边的肉相对也比较嫩。
嗯，哇，好肥呀、啊！我靠！爪子！哎呀，我靠！怎么样？哎，我还以为它是鱼肉，一口咬下去全部是肥油。这一块不要了。哇，太恐怖了！这一下吃的我好伤心哦。哇，我都不敢吃了。啊？我都不敢吃了。咽下去。你是最棒的。哦。我不吃了，反正。哎呀，我靠！哇，妈，浪费饭，浪费粮食，是吗？我都不想跟你吃，乱买东西。这个鱼头其实好的，就只是在当中去肥油。你把眼睛吃了吗？不吃。眼睛是直径噻。我操！今天这顿自作孽不可活，饭也不吃了，因为心里面有那个障碍了，就感觉吃不下去了哈。所以说，奉劝朋友们尽量不要去尝试新鲜食物，特别是吃的，不然的话会大大的影响你的食欲。我说我今天这个左眼皮哪么跳了一天？左眼跳菜的嘛？跳菜了，菜都跳出去了。完事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气死我了。